棒的郑达宏，上一次打击一支安打，一分打点，连续五场比赛都有这个安打的出现，而且他已经是连续五个打席上垒喽，跨季连十二场上垒，最近连五打席上垒，也可以考虑强攻了哈。结果这个球打穿了一垒防线，形成了安打。一垒上的跑者于贤明现在通过二垒之后要抵达三垒。哇，果然是强攻啊！郑达宏今年球季或打的是非常的火热，而且扮演第一上半扮演得很好。对，其实郑达宏去年打这个黄俊聪就打得不错。为什么说用强攻有力？因为是左打者，那一垒必须要 hold 住垒上的跑者，他进去垒包，无形中这个二垒手跟一垒手之间这个洞呢，就变得比较大。